怪哥猪猪。直接给他秒。知道 Light 带着牢笼，但牢笼伤害不一定够。那个怎么加我的好友啊？27可以是他加好友。怪哥好不好玩？还行，挺好玩的。听说11月1号比赛，是的。不是去芬兰比赛吗？是去芬兰呀，11月1号、2号、3号呀。我的对手是 Light， 非常难打。
谢谢力量哥的小雪的亮亮卡。第一场又打法老，是的。英雄开始一连出一张吗？后面现在差不多是这样。草丛加强之后能玩吗？一会玩一玩，体验一下。这个这么近都跳不起来。我们下个猪被他把费用都给交出来了。他左边怎么掉了那么多血？开了个任意书，挺好的。开任意书的话，运气很好。
电死他。这段是不是打过了天狗？跟天狗换路，争取打个二比一。那个英雄卡怎么防啊？这个很好防啊，这张卡又不难防。像他这种乱交牌的话，用什么都一样，用什么他都防不住。技能打断不了，只能死了才能打断。快出！昨天的比赛看了没？昨天什么比赛？没听说昨天有什么比赛。社区赛没看，没怎么关注过社区赛。Thank you.
喝茶，他本身不太强啊，不算强，应该不会被削弱吧。啊，这个技能好像不太该开啊，可能是火法走近再开，开太早了。人和怪离得越远越好，嗯，差不多吧，但也不是绝对的哟。这个留在这里，那根棒子还能封一下路。阿姆 FF 游戏现在越来越像收菜了，这是什么游戏？阿姆 FF。Thank you.
这没声音，有声音啊！不打明天堂吗？赛季初不打。晚点电，把它给电死。
每件都打。厕所，想上厕所。累死了。技能开得有点早了。不是，不会说是速递的延迟，速递哪有延迟啊，大哥？这叫放置时间，啊，这不能说是速递的延迟，这个就是放置时间。
挺难防。我也没有开加速器，不用开加速器。好危险！刚开技能全吃了，好像是。还有大剑。没拉到他，我去，完了呀！
这里面开个技能会怎么样？我操，这打不进去啊！这也太难了。